观众朋友你好，时间下午的2点钟哦，九四要赚钱，未来事件部欢迎老朋友、新朋友的持续锁定，我是主持人小婉。今天外头有些地方是风雨蛮强的哦，风雨飘摇的今天，台股的走势今天上上震荡也是非常剧烈，一下子由红翻黑，一下又黑翻红，再来给你往下杀，最后其实是小跌了36.3点，成交金额是比较小一点了，3630.7亿哦。那台股的收盘指数17162点，但是今天我们说这个行情在风雨飘摇当中，哎，老师又是神预测哦。华兴投顾谢文老师，欢迎老师好。我一再跟大家报告哈，其实股票期货对我来说真的已经没有任何挑战性，没有难度了，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难度哈。那么所以说今天呢，其实大家风雨飘摇，我们手中的股票都还在创新高，比如像6187的万润和2388的威盛。然后呢，其实小婉你知道吗，其实今天我做错一件事情、uh-huh. 而且我个人觉得还算蛮致命的啦。好，什么致命错？好，来导播哈，我们先上一下我的字卡。基本上好，今天大盘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准的空，是好。那期货我买在最低的低点，我等会给大家看call讯。那我之前也教过各位，通常大盘主力心态空，千万不要去买股票、好，不要买股票。就好像你看到昨天呢，很多强的一个股票，我们举例好了，1504的东元今天早上多贱、你知道吗？哎呦，我讲讲东元界吗？不是，它开高之后垂直往上拉、对，垂直往上拉。可是如果说你知道是它是大盘主力心态，它是空的话，你要用低阶的方式，觉得就像今天期货我们买最低，我来证明给大家看了、那么我今天呢做错的，我个人认为的这蛮致命错误，我要稍微检讨一下，就是因为今天我去买光宝科，我去买238的广达，虽然是赚钱赚15万，对，今天光宝科还是往上走、你们被我唬烂了、今天光宝科哎、还是很强、好，来读扣讯，读扣讯、没有了，我还是强调一件事情啊。最近呢有很多人带枪来投靠，他说谢文恩啊，你有没有可能跟一般投顾老师一样虚伪造假？我还是老话一句哈，我每天我都有给你看call讯，而且我都完全没有盖牌，对，而且呢包括我除了股票不用遮之外，我连多空防守价在节目当中也免费跟大家预告。那现在我开始、要开始学一点了，讲慢一点，讲慢一点，好，不要讲那么激动、可是有些人说谢老师你的节目讲太快了，你他爸的，看我的绩效是全宇宙第一名的。你让我的绩效这么多，你叫我不快，我怎么讲结论？你懂我意思吧？好，我们讲不快讲不完嘛。对，讲不完。好，来来看清楚哦，看清楚哦，虚伪造假，我投多少给当记者？来，9:15，9:15，238的广达，好，给你看到无所谓了，压力260，然后253到250，2301的光宝科143到142加码。好，不管包括广达，不管包括光宝科。你说老师有没有成交？来9:15，9:16，当时的238的广达还往下急杀，9:30的时候，2301的光宝科也往下急杀。结果呢，这两档股票呢，今天我总共赚了16万哦，各赚8块钱啊！急杀的时候，对，各赚8块钱啊，我赚了16万。好，又回到原点哦。基本上哈、为什么你们要把股票操作 SOP 给带回去？那有关于股票操作 SOP 的封面，我已经放在 Telegram PRO 1018，你们真的要把它带回去？为什么带回去？因为你要了解主力做手操作，它是建构在价格观念。来，我很快速带过去哦。那么为什么要有主线？来，再一遍，再一遍，为什么要有主线？我请问各位哈，今天我很自豪的告诉各位，除了光宝科。威盛6187万润2382的广达开平走高，我讲 K 棒黑 K 棒了，红 K 棒了，其他90%的股票全部都是个标标准准的黑 K 棒，不管是开低走低或开高走低。那问题为什么90%的股票都是一个标准的黑 K 棒？因为很简单，大盘主力心态空。好，那问题为什么有主力心态？来，我很快速回顾哦。哎，礼拜一的时候我们赚了244点，还没完哦，还没完哦。然后呢，礼拜一跟大家预告收盘大于 AC， 就是因为收盘大于 AC 演变出昨天礼拜二我还在做多，我又赚了100点。好，停在这边。昨天是7月25号，基本上呢，昨天有一些法人，他看完我节目之后，他问一件事情，谢老师，你为什么在非凡新闻台里面你写持平？你为什么说外资卖盘缩手？因为昨天外资你所看到是买了198亿。对，昨天呢，谢老师写持平，我讲坦白一点呢。如果你拥有我的软体，昨天其实尾盘是翻空的，可是问题因为我们的时间是12:43，对，12:43，因为尾盘翻空我哪有办法？等于说主力做手95%的时间，他一天就只会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向，可是昨天很难得出现两色，那不过那没关系，再来哦，
昨天我们跟大家预告收盘它是大于 AC， 所以说昨天多头拿掉收盘大于 AC 一票，关键价一票 ，PM 盘它往上拉来就不没问题。好，看清楚哦。那我们今天如何买在最低的低点？不过哈，有时候我讲坦白的，每天买最低卖最高，反而成为我的劣势。好，劣势不是说在中正纪念堂或者在那个什么中烈士那死掉的劣势的，很多人会认为我造假。很多人认为造假，就好像我说我的广达获利已经超过800万了，没人要相信。好，说老师那我怎么可能那么厉害啊？反正我扣音都给你看嘛，那还继续给大家看更厉害的东西，来看清楚哦。所以今天早这种没办法造假吧？这是 Telegram， 这是 Telegram，VIP Telegram 哦。我在里面呢，我有提到说8:50，也就期货开盘5分钟时间，我说目前大盘主力心态它是个标准的空，可是问题099到091做多。好，零九到零九，等于说呢，因为我的手中的股票，我的广达、我的光宝科、我的威盛，甚至包括昨天以前的8996高利，每一档股票我都大赚，所以说我认为它是一个多头的趋势。那多头趋势，可是当多头趋势在8:50，我遇到大盘主力心态，它是个标准的空，我请问各位能买吗？只能低低的买，好开除哦，来看过去哦，看过去哦。今天早上呢，在8:55，等于说8:50的时候，我先告诉我的 VIP 099到091做多，好，那8:55的时候，我告诉我的会员支撑140，好，先小买，好，140是这个点，140先小买，然后099到091再加码，结果呢，差点念成湿汉了，小婉啊，有没有开高，震急杀，对，好，逻辑来了，麻烦没有，这是我。想办法，开始练习讲慢一点，讲慢速版，好，不然跟着阿妈，不得已啊！我说阿妈已经进入第三个版本，第一个版本是被脚压到嘛，寻逆零嘛，寻逼零，然后现在是第二个版本，就是说阿妈什么妈妈在什么煮饭的时候，然后阿妈说不在床上就这样倒下去。老师不能讲太快，因为观众朋友或者是有些会员会跟不上那个。可是问题我绩效太多了，我绩效太多，那来，所以说哈，我建议大家真的把股票操作 SOP 带去看清楚，先看清楚哦。我昨天先跟你预告收盘它是大于 AC， 对，就是因为收盘大于 AC， 所以说这个急杀我敢买，对，哎，一口气杀了100多点呢，这个谁敢买？100多点，就买完之后真的往上拉上去，哦，再往上拉上去，所以说我很轻松，一天又帮我会员赚60点了，对，所以说哈。好，来再看看清楚哦。8:55买到，9:51发扣讯，成交2笔嘛。这个点成交，代表这个点也成交，没问题吧？这是小学生算数的问题吧？好，可是呢，因为心态还是个标准空，所以说在147我们这获利全出，147穿价成交。你看这今天台指期多贱，你知道吗？拉起来之后，拉起来有拉起来，拉起来之后再往下狂杀，尾盘收最低，爽，全胜。这个波段太厉害了。再检讨一下吧。如果我147反手放空，我又多赚了，对，又多赚了50几点，又多赚五十几点，又赚了一倍。对对，就赚几点？没有啦，因为基本上呢，我不想沦为没有。如果我去放空华孚，我去放空6719立志现在破底哦。我之前跟你预告主力现在空的哦。那我期货已经全力放空。可是我现在不能讲说随便买股票，那跟132块钱的广达不一样。现在买股票是能够赚钱的、啊。做多还是能够赚钱，所以说我做多。你说老师啊，我跟着老师啊，怎么追每一档股票都死？那是你很会跟，那我也没办法，买什么死什么，买华硕死华硕。还有昨天你知道有多少投顾老师今天早上跑去追2350洪水？那如果你知道今天大盘主力心态是个标准空，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说你真的要去下载我们的软体，你真的要把股票操作 SOP 给带回去，因为当你知道大盘主力心态空 ，all the buying behavior。你会 holding pending， 你会慢来，懂我意思吧？所以说来讲慢速版的哈，少了100万电视成本，还有400多万的 YouTube 广告费用，一天只要一个鸡腿便当。我们电话码02-2392-3988，还是老话一句，我有跟你预测，好，那是因为我昨天跟预告收盘带 AC， 那是因为你不敢买，就拉起来的时候你跑去追，你怪我。不杀下去，不敢买，拉起来。谢老师好准，拍谁啦？他刚好回测股市操作 SOP 里面第二个准则，他刚好回测盘中多空转换技巧。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。徐丽宁，
好，解盘，解盘。好，解盘。解盘哦，解盘。来，想看什么色？想看红色还是绿色？不是你们说了算，我说了算。嗯。老师，所以今天广达光宝科其实跟着做多都赚了。都赚了，都赚了。我Telegram都给你们好。这个行情我讲坦白的，除了 AI 股票之外，其他手中有持股的，我建议你自己来索取股市操作 SOP。来再一遍哦，我没有，我先讲完这个东西哦。嗯，股市操作 SOP 精彩内容，第一个你要看得懂大盘。我只要请问小婉一件事情，是不是上个礼拜二 OTC 指数跌破多方防守？哦，对。没错吧？没错，对对，有讲哦，有讲哦，有讲哦。所以说大盘摆中间。那上个礼拜最精彩的是三个八九一特。嗯，如果你知道 OTC 指数已经跌破多方防守，你知道你一档三个八九一特不是检测吗？哎，一特我赚六只涨停板呢、欸。很多投顾老师现在一特赔了两只跌停板，那是因为没有办法把大盘摆中间。这件事情呢，每一档股票呢，它都有多空主力在做操哎照顾。那如果跌破多方防守价，多头主力会撤退。你知道做股票要跟主力做手站在一起吗？就像我请问各位，今天呢，我有很多会员又讲同一件事情，谢老师啊，你到底是不是主力啊？那问题是今天盘面上所有股票跌到人仰马翻，跌到脱裤子了，为什么就只有你二三零一光宝科、二三八的广达、2388我也这么怀疑啊？没有，你先听我讲了。我还是老话一句，人生除了当医生之外，已经没有东西对我来说有挑战性的。还有修车，修车好难哦，修车好难。修车不会，终于有不会的。终于有不会，我修车真的很难。我那天哦，我有时候修车给别人赚就好了。我有时候很讨厌德国车这样子，因为现在的车子哦，我说真的也不需要太多高。没有，我举例哦，医生没什么了不起啊。我举例，牙医有什么了不起？他只是一个修车师傅而已啊，他只是他做的东西也是一样啊，帮你拔牙齿，然后帮你清洗，那不是也跟修车一模一样吗？可是因为他们书读比较多，所以赚钱比较多。那你说修车哈，我说真的，现在修车哈也不用修车师傅，为什么？因为全部都插电脑，很烦，你知道吗？插电脑我反而觉得很烦，你的胎压不够，他也给你亮灯，很烦呢、欸，你这。啊、你看，可是光有那台电脑也很厉害了。灯台分很多种哦，黄灯还没关系，不想鸟它；亮红灯你快昏倒了。一个水箱盖子 sensor 坏掉，一个亮灯，亮红灯，然后呢，然后我想说啊，水箱的简单呐、啊，副水箱打开，不要开主水箱，因为主水箱打开水会喷出来。对，就后、哦、我把那台算你不要管什么车了，我把那台哦，反正我那么多台车，你们知道吗？哇，这样妈的！一台麦拉伦要几千万呢、欸，好无聊。好好，没有，我现在才知道说哈，现在车子已经没有副水箱了，已经进不到，就走主水箱。啊，结果呢，主水箱打开的时候水冒出来，我靠，我吓到，赶紧跑啊！我跟我儿子两个还跑，我想说奇怪，我们就不要自己乱搞啊！不是，我想说会爆炸是不是？没有，我觉得那很简单，就倒水下去而已。啊，结果在倒水下去的时候。倒水下去的时候，然后又开了一段时间，然后又灯又亮了，红色灯哦，红色灯，然后赶快打给那个打给那个业务，然后业务说，哎呀，红灯你不要开呀、啊，车子会整个烧掉了。我就跟他讲两件事哦，第一件事情哦，我们的车底盘这么低哦，没人拖得动，啊，第二件事情哦，啊，烧掉再买一台嘛，修多少500多万，你们自己想办法有钱，老师他妈的你超有钱。我现在反过来骂你哦，他妈的，你们输多少？你为什么不去检讨啦？你们输了多少都不知道、哦，你输了多少你真的不知道、哦，你输的钱，留点钱给自己养老好不好啦？你知道请个看护，而且请非法劳工、非法看护，一天都要3000到4000块。如果你请台湾 Made in Taiwan 或是中国大陆看护，一天要5000块的，现在。已经长成样子了，而且他是什么都要钱、啊。而且他如果认为你的疾病太复杂，太不接了。没错，他可以挑主人。当然啦、啊，我为什么我看护我一天收你4000块，我干嘛帮你擦屁股？我靠，想办法成有钱人，想办法到我这种康庄，真的。可以穿迷彩裤哈、哦，然后穿破破烂烂，然后开一台。老师，你上次说你迷彩裤要换掉啊，一直还没换，因为一直赚嘛。对，对不对？我说只要错我就会换。对，但是老师每天都还是穿迷彩裤。所以说哈、哦，来再给大家看一个悲剧哈、哦，今天这个价格又跌破了、哦。所以说代表90%的股票都有崩盘的危机。我讲的超级无敌慢的，哈、哦、好。对啊，今天柜买指数超可怕的。又破了，上个礼拜二破之后，
昨天来来来来来来，最精彩是什么？昨天，昨天呢，很多人说哇，贵买指数大涨，拍谁？昨天贵买指数连225.2都没碰到。我在昨天非凡新闻台我就提出警讯，我说不排除是在诱多。嗯哼，结果今天所有股票杀到杀到脱裤子哦。啊，期货的部分哦，你们手中有多单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，我再送你一件事情哦。今天是收盘小 AC 哦，收盘大于 AC，PM 盘拉，那收盘小 AC 呢？你们心中有答案哦。好，对，来要小心。威盛为什么还抱在手上？来了，很快很快就带过了，因为很简单，我当时呢在83块钱买进的时候。有啊，小婉合理怀疑我是主力。我讲坦白，我自己也怀疑我到底是不是主力、啊。为什么我都不用盖股票啦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很简单嘛。我昨天哈、哦、有没有去跟你讲宝瑞？没有没有。昨天最强是生技股，还什么包括什么宏基资讯啊，包括什么依云股哈、哦、那些我都没有，还包括什么万债我都没有。什么生技大展你不碰？我不碰我不碰，因为我会员多，我真的会员多、啊，我真的会员多啊。就像你很多人昨天就在讲说哦，他手中有万债，因为万债第一根嘛啊哦啊，今天还在不在？不在了吗？昨天我一定万在，今天不在。那我的做法就是说呢，你看我的夜水节目，我都是做大只的股票。对，好，大只股票就像好。那问你哦，基本上哦，你说去拉小型的股票，宏基资讯，我讲坦白，没什么了不起。如果拉得动威盛，那就是神在做的行为。那我请问各位哦，83块钱我买的时候，我是直接跟你看主力心态哦。我说看这你敢买哦？我说真的，当天买完我也后悔。我说什么烂公司啊？那基本那么烂，是要买那种公司啊？有，那时候我们还在聊这个啊。对啊，啊，哪知道？所以说，为什么我只买一次？我哪知道他接下来他什么微钢？好、哦，他现在也变成 AI， 随便讲嘛、嗯。每一家公司都说 AI， 结果我请问各位，老师啊，啊，今天威盛，创新高啊，对啊，啊，今天3035资源跳空跌停板，对，人家主力老早当时就布局布那么久了。好，不这么久了，好，不这么久了，好，然后呢，涨上去的时候，我一样跟大家预告主力下多、哦，哎，上下震荡之后，上下震荡在多少100多少129块钱的时候，我一样跟大家预告，我说主力心态还是个标准多，直到跌破多方放价，这是我所讲的言论。好，过去的，过去，然后呢，威盛讲完了，因为威盛只买一次，没什么了不起，它就是一直没跌破嘛。对，好，那广达为什么不跌？那为什么我不是挑到2376技嘉？你为什么不问我这个你啊？我谢老师，为什么你没买3231伟创？拍谁啦？有买就有买，没买就没买，带种一点，不需要去欺骗。不然我可以骗你说我有6274台药，我2383台光电，反正没有 AI 我都有啊。不用。可是我的做法却是能够让我的会员感受到满手的 AI， 因为广达一。广达二、广达三、广达四、广达五，全部都是2382的广达。那我请问大家，我在坚持什么？所以说，我说大家啊，真的不要省那个成本啊！你光今天台指期主力心太空，他就救你多少命了啊！那当你除了拥有台指期的主力心态，你也拥有当时132块，这是132哦，这不是232，132132块钱的238的广达全力做多。那既然做多，我请问各位，这是为什么？我都不用盖牌啊，我没在盖牌嘛，我83块钱买威盛，我也没盖牌嘛。132块钱买的时候，我讲坦白的，那小婉还不在，今天还笑说，还私下问说，哎，拉着我的衣服说，哎，还可以买，真的可以买吗？神经病，涨那么多，结果一倍耶，哎，真的一倍，也就一倍了，真的、啊，一倍啊，250左右，我没盖牌啊，嗯，没有一倍这种东西，我再一遍哦、嗯，我会有的会问说，小子啊。啊，你现在都不盖股票的话，啊，他们就是看你节目就好了。我不怕你们跟单呐、啊，嗯，啊，问题你们抱得住吗？对，抱得住是另外一件小事。没有，要没有。其实你想想看哦，为什么我一直发238的广达、2301光宝科，一直买，因为我不发，你们很容易被洗掉。哦，对，对，它上下震荡太严重了。对，你们会被洗掉，你们真会洗掉、嗯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在这边呢，132买，132买之后144买，144买之后143.5买，143.5之后还是跟大家预告主力心态还是多，所以说144我们还在买。哎，从132买144哦，再从144买到149，再从149跟你预告空头挂的到159。嗯，哎，132到159了，感觉老是神经病、变态、下地狱。再来，还有，还有，看170还在买，还敢买，还敢买，因为收盘大于空方保量，这是为什么股票操作 SOP， 你一定要赶快预约直接索取。好，所以说呢，我们这边来改一下啊、哦，这算49只，好，49只。
49只哦，不是啊，未来搞变497只，497只涨停板，我口误可以吧？49只涨停板，总共赚了700万，好，700万，好，然后再把2301光宝科也处理掉。光宝科我是7月11号才买的哦，嗯哼，哎，7月11号哦。小碗在哦，七月十一号一样没有盖牌，一样都完全没盖牌。当时的光宝科我买在114块钱到154块钱，我赚了40块钱，总共赚了5只涨停板。嗯，5只涨停板哦，我请问各位啊，我请问你去买康舒，我赚5只涨停板吗？不是什么 ABB 电池，好 ABB 电池，你去买飞鸿赚5只涨停板吗？没有，我们缴日比较正常。你去买宏基资源赚5只涨停板，有啊，你赚5只涨停板的，你敢买几张？嗯，我这样反应过来吐你嘛？你买一英股，你能买几张？你买几张没关系，你买宝瑞你买几张啦？嗯，啊，你买那个还是那只那只叫什么 AI 升级股叫什么？长嘉智能。长嘉智能。对，你买几张？他也摔得很惨。哎，昨天涨停啊，今天我不知道，今天我不知道，不干我事，反正我又没有6732吧，代号6732，我连，所以说哈、哦。所以说你们有时候你们不要那么可爱。对啊，他今天又跌停了。啊，看我用昨天涨停。对，他今天跌停。昨天涨停嘞。对，今天跌了14块。好、哦、爽、哦，好爽哦！一根大黑 K 上面还留了上影线。老师，你这样有人会生气，搞不好人家手上有。没有啦，我是觉得啦，来市场上你本来就有牺牲风险的准备。嗯。因为如果说你知道大盘主力心态空，你长江是哪天会跑？我只能这样跟你强调了，所以说一天只花你一个鸡腿便当，真的一下软体。好，那下一个光宝科呢，我就不再赘述了。来来，我直接跳结论，来，然后这样子，因为你看，你要跟你预料主力现在都多，你看全部都是红色，全部都是一个标准红色。老师啊，我长嘉智能的主力现在是多外空，靠腰嘞，我不可能，我连代号都不知道，好不好？是6732没错吧？6841。OK， 啊，帮我查一下6732什么股票？好，我根本不知道，怎么会想到6732？对呀、啊，所以说我们跟你强调说，我还蛮幸运的，因为没有成交量股票，我连碰都不会碰。哎、欸，对，那不是保证升家电子。哦，对，这是做什么的、啊？你看长嘉上柜半导体，那长嘉智能做什么我也不知道，升家电子做什么我也不知道，因为那些没有成交量股票。基体电路啦。哦，基体电路好，也不要找，也不要找我，没有买那干嘛了？好、啊，对。然后130都背不起来，背不起来。所以说呢，一个呢230的光宝科，两个礼拜我就赚了125万。好，来哦。嗯，基本上哦，还是老话一句，你手中有持股上没问题。你看哦，6719的励志，跟你们预告完之后，今天还在破底。然后呢，6235的华福昨天涨停板，我谢文恩我连闪都没闪，我说叫你一定要出。今天华福大跌，今天变华福大跌，哎，导播你换标，没换标没关系，好来，那你说呢？那我们手中的持股，我们是怎么样去面对？你把它学起来哦，学起来哦。基本上你就看多方的防守价，对，讲得很慢哦，我讲得很慢，对，多方的验收的防守价。那我请问各位哦。当时我看几月几号，这个是在7月18号广达上下震荡的时候，我讲坦白我也会害怕。嗯，好，虽然我是他，好，就好像你们说我是主力，可是我也会害怕。害怕什么？害怕有一个比我更大的主力，对，直接倒下来，对，直接倒下来，我也怕、啊、所以说我在当天节目当中，你要有自己看哦，四只横盘的时候，我说187.082，2388威盛116.68，我说只要跌破就把它出掉，反手放空，嗯哼，嗯，好，然后反手放空完之后，广达搞不好跌回到60块，我也可以赚100块钱，我说很简单嘛，就把它出掉，反手放空，好，股票操作 SOP 带回去，你就看得很清楚了，把我们课程带去，把我们短期带回去，你都看得到，好。那结果没有发生，没有发生，又开始震荡啊！这个是2388威盛，威盛在震荡的时候，我要跟你强调说，哎，奇怪了，主力还在做多，而且这主力很奇怪，你知道吗？他这边买不够哈，这边买，你看全部都红色嘛，干，哎，为什么越买越多啊？嗯，因为他知道今天会创新高。妈的，你看这不是玩内线，是玩什么线？真的耶，这不玩内线，玩什么线？啊，6263，来，再看一遍，什么叫内线？啊，老师，你内线只会做多。听人家放屁啊！6235华福在180块的时候，自己看都在放空，都在放空。哎、欸，不是180块空哦，他已经空了两个礼拜的时间都在放空。对，所以为什么华福会跳空跌停、跳空跌停、跳空跌停？最主要原因，他每回都来看嘛，威盛都是全部标准的多。好，那所以说呢，当然没有，因为你说广达呢，我们赚了一倍，它是相对高、相对低。我除非我脑袋有洞，我跟你讲相对低了。谁会跟你讲？看广达是从60几块涨上来的。对，它基期真的很高。它怎么可能会是相对低？所以这是为什么我每天我都花时间去跟你分析多空的防守价有没有？甚至包括呢，哎，这个是我们上礼拜我还在买哦。你看，哎，广达我的获利已经超过800多块了，800万。我说过了嘛，
我不买会员会卖，我不买会员会卖，我不买会员会卖啊，这么复杂的话就继续买。上你看看到没？上个礼拜。上个礼拜有扣讯，二三八的广达，好，二一到二一四，二三年光宝科一四二点五到一三九加码，好，两只都成交，所以说光广达的部分，我还没算二三年光宝科哦，光广达我就赚了五十二块钱。老师啊，你上礼拜我买的光宝科，你礼拜一没出，昨天没出，今天套牢哎，拍谁又回来了？你看又回来成本了、啊，又回来成本了、啊啊，又回来成本了、啊，好，然后礼拜一继续买光宝，我讲错，二三八的广达。对，所以说股票没盖牌吧？好，又赚17块钱。好，来，精彩这边的。我昨天跟你预告哈，没有，你我是觉得说，今天做任何事情，你还是要稍微想一下了。就好像我的特助哈，跟我跟很久，可是呢，在打战的时候，我还是会骂人。对，也是被骂了很久。我很会骂人。No， 打战的时候不要犯错。价格不要给我扣错，对，好，股票代号扣错没关系，因为我们规定说，你比如说你看我们扣讯哦，扣讯哦，二三八二的广达，好，二三八二，因为现在我们公司规定要扣代号，要扣股名，那如果这个代号错我没关系，可是如果你扣成二二一，那种空气单不会来的话，我就很不爽哦，你不能扣错，人家前面的人他要的是子弹，你给他迫击炮弹干嘛？对，让他自己炸手啊，不是吧？不是吧？绝对不犯错，不能犯错，不能犯错。那么我也跟我的学员常讲一件事情哦，你们上完我课之后，你们要去稍微想一件事情，你到底有没有办法在每天开盘前稍微想一下，想一下我今天这一档股票它可能走势图，如果没有，我举例嘛，我举例嘛，就今天的动物园嘛，它开高往上急拉。你没有，如果说如果它是在你的规划当中，你当然可以去买。对，可是你的规划告遇到今天大盘主力现在空，如果今天大盘主力现在它是多，动物园应该会涨停板，好，应该绝对会涨停板的，绝对会涨停板的，因为现在缺电缺的非常非常严重。那讲到缺电，再讲做一个笑话，现在哈、哦、中国大陆很多买电动车的人在干掉，为什么？因为电费。已经快超高，哎，电费要超过油费了，每个都在干掉，对，超好笑的，电费要超过油费，那我买电动车干嘛？我找充电站找累的要死，还有这么久时间，充一台电动车的话，我的油车已经加了100台了，好，讲完笑话了，所以说你没有了，你们大概要有一个答案，就是说呢，就好像昨天最明显的例子嘛，为什么昨天早上我先买？因为他昨天没有办法开过255.38，可是你仔细观察，今天呢？今天他是来到256，那他所代表的意义、代表意涵到底是什么？好，这是我留给大家思考的重点。我陪广达哈，就好像陪一个尸体一模一样，我已经陪他陪这么久了，我已经陪7749天了。妈的，我每天解给你们看，没有，现在换你们解给我看，是你要钱。不是我要钱，我要脸，因为你要教大家解、啊、我是靠脸吃饭的、哦、我是要脸，我不要钱、我有的是钱，不要再给我钱了，我钱太多了、我也都不知道我到底来上班到底在干嘛，你知道吗？没有的，做功德而已啊，我又没欠那个钱，帮助大家，不是也不可能说啊，现在去什么看什么极光要什么5-6十万还是什么多少钱？对啊，那看一看又怎么样了？看一看就好像那个台湾的云，薄薄的云，白色的，什么光都没有看过，什么死人光都没有看过，你们有看过鬼火？没看过，连鬼火都看过，好不好？没有鬼火是因为人里面有些灵，好、哦、钙里面有些灵，然后灵的话可能对灵可能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小老鼠，没有跟老鼠没关系的、所以说没有不要卖老迪赛啊，你要去想一下，没有，换我问你，因为我今天光宝科再加上二三八的广达，今天哦我就赚了16万了，那可是问题，没有我都会想很多事情哦，可是问题 OT 指数他妈的烂到破表，我是不是明天要跑？这很重要，因为我怕 OTC 指，我跟你讲过，光宝科跟二三八的广达在天平的一边 ，OTC 指数现在是很烂，那到时候他会不会把光宝科广达压下去？有这样的可能，有这样可能，或是他把它带上来？可是带上来，我再讲一个，容我再讲一个最复杂的问题哦。今天外资会卖，我不会惊讶，可是我惊讶的是 ，NVIDIA 收盘是强势，外资为什么卖？
你懂我意思？外资卖很简单嘛，因为大盘主力信赖空嘛，所以说你看到外资在期货到三千多口啊，这正常，很正常嘛。主力信赖空，它外资一定会卖的嘛，因为外资看到主力在空，它一定会卖，它没那么笨呐、啊。所以说哈、哦，如何去下载？没有，还是老话一句，真的打电话进来之前的话，麻烦你稍微画一下明天广达它可能的走势图。49只涨停板会不会变490只？我不知道，反正我就慢慢做嘛。嗯、啊，反正我现在可以赌蓝了，你到时候跌破多少我叫我就反手放空了，我就控你广达，怎样、啊？它今天最高来到258.5，258.5也又跌回20块，刚刚好而已啊。啊，刚好没有啊，没有，不是，不要怕，好不好？市场就是为了赚钱，绝对没有多空这两个字哦。嗯，所以说呢，如果说你想要拿我们的股市操作 SOP， 或是你每天看我节目，你认同，你也不得不认同的、啊。我这种老师，如果在其他投顾节目的话，可能其他投顾也有倒光光，所以。说我不上电视，我不上电视哦。你想要下载软体，反正一天只要一个鸡腿便当，听楚，一个鸡腿便当哦。我们电话号码02239239888，还是老话一句，永远相信事前预告，事前预告，事前预告。你的手机那个，你没发现？永远相信事前预告才是真的。好，累隔了5次哦。好，非常谢谢宪伟老师的盘后解析哦。如何操作这个最热门的股票呢？不要吝啬哦，这个钱不要不敢花哦，一通电话打电话进来请教宪伟老师喽。明天下午同一时间，未来事件部，明天见喽，拜。